曹妈妈，谢谢你。他叫了我名字，真好听。不用谢。小月，满满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走。刚才他手机掉了，我捡起来还给他。对。因为锦旗太奇怪了吧？会长学姐这么晚还散步吗？不打扰你们了，拜拜。啊，留我一个人继续编吗？你们在聊什么呀？在感谢他帮我捡手机，还有夸赞他开学典礼的演讲。就这样？对，就这样。他不再是可爱的独角兽了，是个坏男生。上次拿走了你的包，要还你，约个校外地方见面吧。包？啊，是那个。中午吧，我在校外一个餐厅吃饭，那里人很少，还可以一起吃。关妈妈，你怎么又关门啊？大家都要洗漱啊。抱歉。大的话，把厕所门关了就行吧。哦。以后早起半小时洗漱吧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有情况。哦，这家店好隐蔽。哎，你也来了。没客人。小叶，这里。抱歉，当时忘了还你。后来查了，是很贵的包，想着一定要还你。你先坐下来吧，我请你吃饭。不了，下次你可以请我呀。这么贵我还。那叫我用饭卡，我还不会用饭卡呢。算会儿，你只是不去学校食堂而已。哼，我就是想和人一起吃饭嘛，真诚的，不撒谎。